去偷袭，偷袭他，他应该会吓到，一定。没想到唱你们歌居然主角出现，哇！去偷袭，偷袭他，他应该会吓到，一定。没想到唱你们歌居然主角出现，哇！要好好安慰自己，万万句对不起，爱你是不得已。李尚，对不起，我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，又让你哭泣，宝贝对不起，不是不。